It's you, my love, in my他怎么了？喝醉了，这么点酒量还敢喝，他真是胡闹！你赶紧把他送回家，到家之后给我发个信息。 陆谨言，今天看你忍痛站在那儿，我真的很心疼你，陆谨言。我有个秘密要告诉你，我好像喜欢上你了。 他不是许西西，你怎么知道？从他醒来之后，我就感觉不到对劲。他对佣人很友善，对工作也不再推三阻四，变得很积极乐观。他很在意身边每个人的感受，虽然对周遭环境还有些懵，但依然会尽全力不让身边的人失望。再苦再难，好像也打不倒他。 这绝对不是之前那个刁蛮跋扈的许西西，这是换了个人，不是失忆。那他对咱们的调查还有利用价值吗？现在疑点太多，还需要继续观察。 守护的秘密，不需分外说明的孤寂，无关身份，记忆与姓名，奔赴向你，就算需要逆光前行，It's you。 It's you, my love, living in my heart, 让我如此坚定。 I feel you more, I love you more.
我做的什么梦啊？大小姐，您起床了吗？我起来了，你进来吧。徐小姐，您小心。你跟安月到底什么关系啊？你跟他又是什么关系？嗯，我跟安月那是吃过一碗饭、睡过一张床的青梅竹马。哎，哥们，哥们，哥们，咱们都是文明人，有话好好说，好好说，好好说。你要怎么证明你是他的青梅？你有照片吗？照片我现在身上没有，不过整个星光渔村的人都能够证明。他挺信任你的。雇佣关系。什么意思啊？你包养他？你大爷的！我是他的贴身保镖。我相信你说的话，但是为了他好，这件事情绝对不能声张。我会再安排你们另外见面。哎。其实，我就是想让你帮我给他带点东西。你把这个给安月，他就知道我会在老地方等他。你是西西的朋友吧？我叫徐梦云，是他的同事。
大小姐，你哪儿不舒服？我去给医生打电话。没事，我就是牙疼，可能是下午那块麦芽糖吃的。你怎么又偷偷吃糖了？上次拔完智齿之后，牙医就特别叮嘱过，让你以后少吃这些东西。慢走。谢谢啊。现在你是青梅竹马，你的意思是你们以前是情侣？他出道红了之后对你始乱终弃了，那你恨他吗？或者你想让他重新回到小渔村吗？我可以帮你。今天我们直播间请到这两位嘉宾，一看就是厨房的老手啊。哇哦，西西处理海鲜的技术真的是非常专业。是因为自己平常比较喜欢吃海鲜，所以才会有这么细心的研究吗？嗯，对，我平时比较喜欢海鲜。应该不止自己爱吃吧？看西西。
应该被所有。你不会害怕，只会反击得更专业。其实，安月。